现在呢是在贺州一个江边上，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的热闹，都是上年纪的人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原来是在卖就是福利彩票怎么样得奖的一些书秘籍，所以呢很多人很多的人在那里讨论一些买这种。哦，他这个地方买的不是福利彩票的那个秘籍，买的是香港跑马的那种秘籍书，就大约付30块到50块之间，他会一本书，书上有各种各样图，有怎么样叫你压这个香港的马，然后呢是能保证赢的，这个你们都知道。那帅哥，我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。那你输怪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，听到不？下期如果你说你不赢钱的话，你对不起我，为什么呢？我几万块钱拿过来回来，我不知道，我免。电话码在那里，但是说我中号是2000块，没有任何话说，你认为值得就要，不值得就不要。不是说一个码中要2000块，12个号码中也要2000块，为什么？我12个号码，我中一期不值钱，中2期不值钱，中3期不值钱，我连中100期值不值钱？广西南宁的杨老师，你意思说现在买就60啊？对，68岁的杨老师，退休了，去年68，今年69了，人家12个码赢了100万，他自己说的哦，到底赢多少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人家自己说的。我今年、去年送过去，人家给80。这是买书还是买啥？买复印件呢？哦，买复印件多少一份呢？买30袋，9稿16中，4个码中，一共4个。嗯，买这个秋龙十载中。烧销2部本书，拿土销就多一点，没了就是2销，懂了吗？这样看啊。嗯，那比如土销就4部啊，那水就老鼠猪啊。哎，你不懂你就看商销卡，就你有个商销卡，金木水火。对了，那找到这个名义的时候，这里就有兔龙蛇马鸡狗，要吗？不要，要尾数，这6销的尾。那天开了吗？开完，又开龙22，开完22呢，又加个5箱，特码出来固定加个5箱。你22加5不是得27嘞，你就找这里27。3销就3个，找这本书，这值多少一份啊？10块钱，一套，2套。哦，这是香港那个香港的六合彩的是吧？对、哦。然后昨天又开先赌十二码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等一下，刚好这一期我公开20号开10号。帅哥，你不行的不？我2个老婆，我行不行？是不是？